他是真的很爱唱歌的歌手，嗯，他这个为音乐付出那份心呢，对，是你我都无法想象的。即使过了再多的时间，他还是有办法推出全新的专辑，让大家耳目一新。对，就像你有个歌手梦嘛，嗯，对不对？有吗？说啊，没有吗？我跟你聊很难聊这个哦，很难聊。你没有歌手梦是不是？我还好，我怕老人清梦啊。老人清梦，对。这觉得我很有日夜多梦。对对对。好，但今天这位歌手厉害了，他不只会创作，对，唱的又好，还是位制作人。真的，好，他不是别人，他就是宋念宇，萧玉宇，所谓的爱，掌声鼓励。我喜欢你会说我们多适合，我喜欢你会说一切多难得，也不敢为何有你就对了。你讨厌每一次离别的时刻，你讨厌每一个要说再见的场合，我猜不透你的沉默。太多时候忙着生活，习惯让你说我，让我们都孤单。让那些时间牵我牵我你的手牵，让我平凡。我只想待在了你的身边。哎，你觉得唱歌能练吗？可以练的吗？我都是用练的。你以前会那么会唱歌？以前没有那么会转。我说没有那么会转，但你本身以前就会唱歌了。我也不知道会不会。你从几岁开始觉得自己会唱歌？还是别人跟你说，哎，你唱歌好听？学生时期，别人跟你说唱歌好听。哦，你第一次拿麦克风应该是在钱柜吧？对，哎，好乐迪，好乐迪。OK。然后你去唱的第一首歌。别人会说哇，你唱歌好好听哦，还是你本身就觉得，哎，我唱歌其实有谁的以前会模仿谁的声音这样？学友歌啊，学友歌，对，跟你声音的声调跟学友歌不太一样啊。对，还是以前会刻意就会去学学，以前会听他的歌听比较多嘛？对，以前会学，然后后来慢慢就抓到自己的风格。后来就是开始自己玩音乐，然后是听到 R&B 这种曲风，克听到克雷格大卫，然后就开始喜欢这类型。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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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懂，音乐不懂，因为我没有人跟我说唱歌好听啊，我不懂啊。有有，你唱一首歌最好听，什么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应该都是为了几个 key 吧？对对对，对不对？但他当制作人又是一个很严格的制作人，是吗？之前哪一个歌手来，一个女歌手忘记是谁啊？他说你很机车啊。是真的假的？这是私底下的事情还是真的？有有有，你有跟他合唱拍 MV？ 阿令，阿令，阿令，哎呀，你看我是音乐人，阿令，你是记性好，记性好。阿令，他说你就是那种很机车，就是要怎样都要怎样，对不对？基本上是，而且他会唱，所以我要求要求更高。对对对。哦，那你有遇过不会唱的吗？
就是为了生活，啊、就是有，当然。是、哦，那怎么办？那如果遇到当然有会唱或不会唱，不会唱的我待基本上可能就不会待太久。哦，对，那你们先弄好吧，对，我就离开之类的。哎呦，即将要开这个新歌演唱会，是五月、对26号，已经开卖了哦。那这一次会给大家一种不同的新的小雨，毕竟五年呢，对对不对？你当然也会唱一些很经典的歌，会，然后新专辑的歌，也会在里面，总共几小时的时间？大概一个半两个吧，我也不太确定。一个半一直唱一直唱，因为我们现在看大家网络上有 cover 都很多歌曲，那你那一天也会 cover 一些歌曲吗？唱一些不是你自己的歌？不一定，还在想。怎么会突然间想要 cover 呢？就是帮别人，你以前帮别人写过哪些歌？对，其实是公司的想法。然后我那时候就去他们找了一些我以前写的歌，或者是参与的歌，我就自己又听了以后，我就有一些真的觉得很陌生。不是因为忘记，是因为真的很有一段时间，然后就做了不一样的版本。然后有三首歌，有妹姐的，有那个蔡依林的，还有柯曲这样子。哦，那你今天有时间、空间可以帮我们 cover 一首吗？可以啊，但是清唱，清唱妹姐的好了。好，妹姐的清唱哦，清唱哎，那是要有实力才可以清唱，超强的，没有实力是不能清唱的。你先要展现实力，不是是他是吗？他本人，我想说人体麦架，你很顺手就接过了，是这样的。来，清唱啊，来，都对也都错，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犯错，左手抚摸着痛处，右手成为了礼物。哇，那个转真的是好讨厌，怎么那个转怎么弄啊？练，怎么练？是怎么练？你可以教大家一个怎么练吧，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听到你唱歌完，或听到以前张志成大哥，对，有你一想有机会，好，他唱过那些歌，我们去 KTV 学他怎么转，是，你转转不回来，对，怎么样可以转到回来？练。怎么？比方教大家一个方法。我以前最常用的一个方式就是，比如说一跟二，哒哒，一跟二，把它当成一跟二，哒哒，一二，好，顺了以后，一二三，啊啦，一二三，然后好顺了以后，一三二，一三二，然后之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随机串在一起，好听就好，一到一百。不行，这太夸张了。转几点啦？祝你生日快乐。一首歌唱不完，那个马上一首，一三二，唱到明天，唱到明天，不见得每一首歌都能够转，真的吗？不相信。爸，来，跟着我深呼吸，说不定他就可以转了。它原本旋律是什么？跟着我深呼吸，逆着风向前进。跟着我深呼吸，哒哒哒向前进。为什么他唱那么好听？你们唱的？我不确定旋律，我也不太确定旋律。到底谁会确定旋律？这明明我的歌，唱的好像这才他的，才是他的歌。好，马上进行第一个单元粉爱问。小雨，我想问。小雨，我想问。小雨，我想问。小雨，我们想要问。可以重来，不断重来。小雨你好，你是一位全能音乐潮人，创作是你的强项，想请问可以请现场主持人威廉创作一段歌词，你来谱曲，现场即兴一段吗？谢谢。哇塞，这个应该是唱歌有史以来挑战最大的。我写词，你谱曲。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认真的吗？认真的，我很认真。是认真写词那种的吗？认真写词，不是开玩笑的哈。没有开玩笑，是可以当第一主打的吗？第一有点困难，第二绝对没有问题。哇，这么高哦！因为我这个可能是抒情歌，抒情歌的歌感觉感情很浓厚。浓厚 ，OK， 期待，感受一下，好不好？三、二、一。哦耶，哦耶，为什么拍照一定要比耶？为什么阿伟开了店，他就变得大爷？哦耶，哦耶！我明明是小雨，却跟阿伟同在。阿伟只有162.5，却无所不在。我也欠了阿钱，阿伟会被我还债。也许我欠了钱，阿伟会帮我还债。等了五年后，大家知道我的存在。哦耶，哦耶！我是宋丽宇，没有开店，拜拜拜。哎，这什么抒情歌啦？抒情歌？这不是抒情歌吗？这是友情，这你看不出来，这是有感伤的一面吗？有啊，哪里？你看。这个很感伤哎，为什么阿伟开了店，他就开始变得大爷？
因为你的内心的感觉，对，内心的大爷，我现在看到他就要叫大爷，对啊，是不是？你知道是有，已经感觉了，有感觉 feel 啊，这么快，完全。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新的歌，好听的歌，哎，对，我觉得我是有点天分的，哎，不是，你在得意什么啦？你写的好厉害，又不是你，我就忘记了歌词了，知道吗？是那个旋律的问题，那个旋律的问题啊，对啦，好厉害，好听哦，哎，来来，要不然这样，换你，换他弹，你看你，他弹，然后你换你唱出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一样，你写的嘛，作，变成你可以作曲作词 ，OK， 那时候要开始啊。为什么拍照一定要毕业？为什么阿伟开了店，他就开始变了大爷？Oh yeah, oh yeah. 我明明是小雨，却跟阿伟同在。阿伟只有162.5，却无所不在。也许我欠了钱，阿伟开始帮我还债。演了5年，我知道我存在。我是宋念宇，没有开天天心，听我的歌，请拜托走天心。哦耶，哦，美漫可以吗？美漫啊，这不错啊，一定不会慢啊。这是第二波主打，第一波好好听啊，真的，刚刚好厉害，真的，谢谢谢谢，太厉害。这听分哈，真的，因为我们有时候真的考了很多那种创作型歌手，对，每一个人的那种创造的第一首的那个风格，第一个风格真的就完全不一样，是，每一个都有，他真的真功夫啊，是啊，啊，得了，来，第二题，请看，我可以重来，不断重来。小雨，我想问，你是一位全能音乐超人。但我很想问你，音域到底有多高多宽？能否现场为我们示范一下呢？可是他刚刚在问他的时候，小雨就说：“我音域没有很高啊。”对啊，我不是飙高音的。但是，但你都平常高音都用假音上去吗？还是都会都会假音？假音绝对可以唱比较高啊。嗯，终于说出口就很高了。对。转 key 那个转 key 转调上去那个，它有一个尖叫，它有对那个的，那边就还蛮高的，那边就还蛮高的。那我们待会用什么歌来当做那个？不然你用你的歌好了，爱上，爱上可以啊 ，OK 上，用同在也可以，爱上也可以，好都可以，好不好？要什么 key？ 要音乐吧，啊，对，直接从我也不知道，老师，老师给我什么 key？ 降 B 调的 C， 降 B， 降 B。我爱上的唯一，看老师，
我爱上的回忆。哇，高了。我爱上的回忆。哇，你可以试试看。好穿哦。我爱上的回忆。哇，快不行了，再来。怎么看起来还很行呢？不是，应该不行。我爱上的唯一。哇，那个爱应该不行，下一个爱就破了。我爱上的唯一。差不到这里哦。哇，再来一次。很厉害哦，他假音强。嗯，有些人假音上不去那么高。我以前不会唱假音。以前我唱，我记得我那时候会练力宏哥有一首歌《你不在》，你不在，等我最需要爱，你却不在。我以前是这样虚的，真的真的假的？就是你会找不到那个假音的那个发音，然后呢，怎么练？就是听很多什么 Bee Gees 啊，然后 Justin Timberlake 啊，那种假音都。都是对的，然后 Michael Jackson 很会那个假音，还有 Michael Jackson 也是，所以 Michael Jackson 是有在中间才会假音吧？这样就是就很亮，很对，对啊。像有一些人可以海豚音，但我就不行，我有练过，我不行。你可以啊，可以吗？你可以啊，我让你试试看，你可以啊，可以啊。原来是这样子。很多老师会是要夹屁股啊，夹屁股，用力一下就上去了。哦，原来如此啊。对，还有下一题吗？还有吗？还有啊，来，请看下一题。小雨，我想问，就是你是一个全能音乐潮人，那你能不能展现同在的精神，和主持人一起捏黏土，一起闯关呢？待会现在要玩一个同样的游戏，是你会在后面捏泥巴，泥巴捏黏土，你 OK， 然后你猜他捏的是什么？哦，所以是考验他，也考验你。对，这很难的，还有默契，还有一些熟悉度，不然我就把他当阿伟处理好了。什么意思？好，没事。好了，开始。哇，这太难了，这个。哦，一颗头吗？这捏对太夸张了啦！如果你猜出来的话，可以捏他的那个象征啊。是。30秒，你来捏。30秒念得出来，这个有提示吗？这是生物。哎呦，有了，一个雕像。雕像吗？哎，很明显，很明显，很明显，有没有感觉？加油！这是应该要拿在手上的。对，4个字，在纽约。你该不会给我猜纽约？这个纽约。我这个捏得很好吗？对啊，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啦，这关键是这个。对，然后你又看我讲纽约。对啊，對，我觉得你不错，不错，我会捏。好了，准备下一题，3、2、1 ，Go！ 背后，你好，在旁边捏，我是一直在背后，我在换姿势啊。加油！哦，他蛮屌的，哎 ，OK 哦。这是生物吗？哇 ，OK， 对，这是个这是什么器具？是个器具，器具，它在很多的围安全梯都会看到，对对，那个灭火器。有吧，你这个捏的真的很好，而且刚好用这个颜色，你可以参展吗？对，参展啊！我觉得展这个就好，就展这个，对对，看还是蛮有意象的哈，很好哎，而且这个搭配是吧？真的很好哎，对啊，厉害！再一个，这个还蛮简单，还有一个，好，还有一个，好，3、2、1
大啦，很简单，这很简单。好好，你要哪个？这个。来，来帮忙。OK， 有，这个概念是对的。哎，你干嘛？哎，这是吃的吗？哇，我好像有一点点歪了，是不是？有点会让你 confuse。会用在什么地方？马路上。马路上。然后这颜色，按照上面颜色去念出来。红绿，红绿灯。哦。你这也可以参展的啦。好，搭配这个。这么多报名，然后这个是参展。参展。OK。OK 啊。三二一，你戏啊！哇，这真的很难哦。比刚刚那个自由女神还难。自由落体。这是鱼，对。哦。哦，很像啊，鲨鱼吧？这个得奖哎！打了！你好厉害，鲨鱼，对啊，很像啊，很好猜啊。而且那嘴巴一模一样，嘴巴，你好厉害！哎，不错不错。你国小那个劳作是不是很厉害啊？我画画不行，我画画不行。但这个很厉害耶，还可以，模型很厉害。好，在一起在一起，好开心啊！会不会以后我主持都在旁边捏黏土？教小朋友怎么捏黏土，好不好？来，准备。这一题很简单，好，但也感觉很困难，好，因为越简单是越难。对对对对，准备。这很简单哦，但很难哦。可是他看我手势，会不会就觉得是另外一种东西？知道了。吃的吗？不是，旅游胜地。旅游胜地。观光。为什么？哇，这很难的，这真的难的，真的难的。这个会有很多不同的国家，嗯，会。都会有这东西，颜色有关系吗？它一般是土色。OK， 金字塔吗？为什么你不猜富士山呢？为什么你不会猜御饭团呢？没有，因为我想要去埃及，我就直觉就想到金字塔。再给我来 ，OK， 好，这一题是，这一题是，我每天看。你每天看，每天看哪个部分？你每天看什么？你每天看什么？啊？这什么东西？哈哈哈哈哈哈！加油！能弄什么？好了，来继续啊，这样还没啦，还没好，还没好，还没好，这好猜啊。这个颜色有关系吗？哦，有没有看到？对啊，三，谁背的？好，这是什么？好，猜一猜，这很好猜啊，很好猜，是不是？对，它有一些是会这样，有时候会这样，对，灰，乌灰啊，对啊，看到朋友来了。看到朋友来了，遇到危险的时候会这样，开心的时候会跑出来，危险的时候。好，你的答案是乌龟，恭喜答对了。太好笑了。好了，马上进行下一个单元。好的，小雨的粉丝今天要来跟小雨考验他们彼此有没有默契，玩的是比手画脚，一个人只要猜对三题就可以获得福利喽。来，第一位同学，来第一位，有跟他玩过游戏吗？没有，来，不能说话的，来仔细看，三二一，开始。第一个字 A B C D E F。哦，这比的很好。你说说，大声说出来。G。对，这个，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A B C D E F 什么 ？G G 对 G G 第二个字。
然后这个是怎么说？复刻什么？对，啊，失敬大。好，然后前面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样不算吗？他猜出来了。太晚了，时间晚，光一题你花了快三小时哎。没有，我也比得不好，我也比得不好，三十分钟，还是现在失败吗？失败，还是答对一个字就算对了？哦，答对一个字算对了。对，大放松。答对了，答对了，答对，答对一个字，相当的高兴哦，开心开心，你可以获得福利了耶。好，来看一下什么福利。与偶像牵手深情对望十秒钟，好，来准备哦，准备手牵手喽，对望哦，不是对看哦，是望望望十秒，加油哦 ，OK 就代表小雨新专辑可以望望麦，望望麦，望望叫，要望十秒，对，望哦，你要对他望望，撞声词，撞声词，准备，这要望吗？要，望快一点，来对啊，来准备，来准备。旺小雨的新专辑，旺小雨的人气，旺小雨的演唱会，旺小雨的人生，旺小雨的一切，旺小雨的所有，整个世界，旺小雨最旺耶，太棒了，表现得太好，谢谢你，谢谢 ，OK， 握手一下，好，回去旺旺了，来下一位同学。很会猜吗？希望可以猜对。好，现在是答对一题就好了，准备开始。五个字，第一个字。终于说出口。一个字，一个字。中香。香对，相对了。想你的习惯。耶！可以可以，下一题，下一题，下一题。再来。三个字。三个字，第一个字。像是一个什么圈炒菜常常用到什么过对过过对对对啊第二第三哇好强啊耶美来三个字好第一个字不耶然后第三个字我这看起来怎么样不下个字第一个字先生你要不要不要！你要不要跟我？不是，我怎么回？不要！你这是第几个字？第一个字，第二个字。你说他跟什么交易有关系吗？不管，这太深了啦。好 ，OK， 他已经过了一题就对了，很厉害。两题嘛，两题，好厉害。好，来看看福利是什么？谢谢。偶像对你唱情歌，哇塞！来，这个麦克风借他一下，你可以选一首歌。我告诉你，今天是真的是最难忘的一次。嗯，他可以单独为你唱一首歌，哪一首歌？嗯，我最爱过渡期。来，麦克风借他一下，麦克风。OK。我最爱过渡期。好，来，过渡期 OK。想看他。忽远忽近，只要你想，你就随时逃避；若即若离，只要你想，你随时隐形。I don't know why won't you set me free？ 谢谢谢谢。好开心吗？开心吗？谢谢谢谢。超级开心，那个我心也飘了。真的吗？啊！你这么开心的原因来自于百分百。对，一定要跟你所有朋友们说，百分百每天都要看。是，一定要好好支持。好，好不好？好。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看的综艺节目。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综艺节目。一定要入围金钟奖。一定要入围金钟奖。OK， 谢谢，掌声鼓励。蛮好的。下一位，下一位，有紧张吗？很简单的。超级紧张。你对他的歌很熟悉的话，就不紧张了。嗯，你可以的，我相信你，好不好？好，来哦，准备哦，来准备第一题。一个字，第一个字，这是他讲，在讲。
首之后。耶、yeah. oh, oh, 啊！好棒！来啊，五哎，第五个字，五个字。等他想一下。是啊。你说了，说。周周是不？耶、yeah. yeah. ！好厉害哦！没了，哎，没了，没了，四个字。第一个字。欸、你不要打他，你莫甲管啦！妈的，那个靠嘞，管对啊！第一个字，第一个字，你莫甲管啦！关键取暖。OK，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你看到他，看到他，你转头，你莫甲管啦，莫甲管啦，莫莫甲管啦，莫莫。时间到了，真正我头很快哦。啊，你会上游戏你吗？我看泰拳你哦，我看泰拳你哦。你最近好像又学了泰拳。哎呀，那已经是。但是粉丝冷静啊，我可以获得福利，来看一下他获得什么样的福利呢？偶像一起鬼脸三连拍，可以啊，来拍哪一个？这个不想要，你不想要是吧？太难了吧？还是我们正常三连拍？来，还可爱的，可爱的，可爱，可爱的，来准备，可爱哦，来第一拍，二号机，第一拍，嗯，第一拍，好，第二拍，第二拍，第三拍，好，你回去自己拍电视哈，好。回去自己拍电视哈，可以好几拍。好了，接下来要唱歌的时间。本陶醉带来的歌曲是《幻听》，掌声鼓励。时间流过，咖啡声。是谁犯错却很折磨？你抬起头，带着泪问我，想好了分手没有？什么时候恋人开始反复计较输赢？拼凑表情话语当作证据，我没想过有一天我们分离，关掉相爱的频率，可知我真心相爱的一切，你不能轻易放弃，陷入幻听。幻听，上一张专辑的歌，这首歌好难唱的感觉哦。幻听，气好足哦。嗯，而且音律都好广哦。他气也是练的吗？还是本身气质这么足？喜欢游泳啊，平常喜欢游泳。游泳我觉得差蛮多的。对啊，那个哇，我跑长跑也没有觉得气比较，唱歌也没有觉得气比较足啊，这还是不一样的。应该是用气讲话跟唱歌不太一样。像我讲话就很，像我上一整天电台，很容易比唱歌容易烧香。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但你唱歌唱一整天，比如 KTV 唱个包，就是。8个小时都不会烧香，嗯嗯，会，但一下就好了，就是可能吃碗面或者什么就好了。哦，吃碗面休息一下，唱歌了。我唱 KTV 唱10个小时也不会烧香，只要有人一直进来，我就不会烧香。一直进来什么意思？一起嗨到天亮，他这意思很兴奋的感觉，就不会烧香。哦，原来观众的感觉。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歌？接下来带来第一张专辑的歌，就是大家比较熟悉，叫《终于说出口》。终于说出口，你刚想唱是不是？终于说出口，哎，是这样唱吗？你看唱哪一首啊？怎么样？觉得这首歌很红，你不要闹好不好？到底怎么唱？请他来唱一下。好，哇，掌声鼓励。
终于说出口，其实你早就已经不爱我。为什么要低着头？你知道这玩笑骗不到我。新专辑的歌，然后是你们没听过的版本，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也有点紧张。这个歌叫《同在》。我知道你现在想什么，我也在想你想的。从那一天我就知道了，害怕就不在了。从那天我也知道，等待都会值得，会值得。你说你一直想着我，thank you.
掌声鼓励，谢谢。一连串三首，我的妈，耳朵都怀孕了，谢谢。哎，耳朵都出油了。哎，这个太强了，而且你刚刚弹钢琴是那种，你可以很随意，就是弹到一半还可以，你知道那个就很像呼吸这么样子，它很自在的，它不是就是很制式化的，就是一白一黑，然后怎么弹，它就那种弹到一般按的那个加长音，它可以做再继续做，它是一个很。跟音乐同在的感觉，融入在里，而不是为了表演而表演。真的，我跟你讲，如果今天看到演唱会，是你有耳福，真的。真的，几月几号？26号，5月26号。但你来不了，卖完了。真的，太好听了，谢谢了，真的卖完。但是之后一定要办大型的，我觉得那个小巨蛋应该也是时候了，好不好？是时候该。但我的目标是大巨蛋。哇，大巨蛋还在盖我哇！他还在停工哎。因为小巨蛋很忙啊，时间他很难瞧。那小巨蛋外面是不是？是。但是专辑也是很重要，这是5年了。这张专辑名称叫做是同在，全部都是全创作，全创作。然后第一次自己担任我自己专辑制作人，酷。对，然后我觉得制作人对很多的歌手有着不一样的定义。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很重要，它是一个责任，它并不只是歌好不好听。对。所以虽然很辛苦，但是不管那些人，重点是终于做完了，然后我做得很爽，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子。那之后还有没有什么签名会啊，或者是活动？希望会有，都在安排了，因为其实。场地，我可能最近很好像很多人发片，对，我不知道，就场地比较不好。对，那详情请洽要到哪边去查詢？我的脸书或者是我的经纪公司喜鹊娱乐或者华纳的官网这样子，都可以看到我们宋小雨的所有的行程啦。是的，谢谢，掌声鼓励，通赞，谢谢小雨。由蔡康永执导，小 S 金世佳所主演的电影《痴痴的爱》终于在台湾上映了，而演艺圈好友小甜甜、阿伟、黄国伦夫妇、黄伟忠等多位艺人到场力挺。第一次挑梁主演大荧幕女主角，小 S 要证明谐星也是会演戏的，现场就直接来一段演技大考验。No problem， 所以我可以转一个镜头，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转麦组，我镜头很低哦。到底是哪一个剧情呢？配唱鲤鱼歌，这超洗脑绕口令让人舌头打结。蔡康永还随机挑人验收成果，哎呦，会不会太强人所难？这无聊坏了，谢谢。红鲤鱼，他记不得这句话。红鲤鱼，绿鲤鱼，你只要等到实在听得完 ，OK？ 太慢了，三点应该很快了吧？红鲤鱼，绿鲤鱼。男主角金世佳有着俊俏外形以及190的挺拔身高，然而个性比较木讷，让小 S 既当红娘，把伟忠哥的女儿跟他配对。金世佳是你喜欢的型吗？帅。哎 ，OK， 那就把他留下。所以你愿意把你男友甩掉，试着跟他暧昧看看吗？不行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哦，妹妹听姐姐的，妹妹听姐姐的，在结婚之前尽量乱搞。我可以重来。